据相关人员消息，金童俊将紧急投入到 TVN 月火剧 About Time， 在剧中饰演皮尼莫扎特的天才音乐剧导演赵载友一角。该角色原定由演员李瑞元饰演，但李瑞元因涉嫌在酒桌上对女艺人进行性骚扰，见对方拒绝身体接触，便使用凶器进行胁迫，现已被移送至韩检方接受调查，于16日从剧中下车。另该剧将在21日晚首播。